大家好，我是耳科赵医生。今天是9月3号啊，周六啊，更新一期视频吧。上周这个是周四的，好像一个熟悉啊，老在网上看视频的一个朋友，带着家里的人啊，家里的长辈。很久就说发现耳朵里有个硬块啊，自己曾经试图去清理过，但是没有清理得动，因为特别硬。大家隔着屏幕，其实就已经能感觉到，我们这个钩针啊，器械那是钢的啊，不锈钢的这种器械，钩在这个耳道的这个硬块上啊，像石头一样。问了一下，他这次是做过手术的啊，基本上就可以考虑这不是普通的叮咛，因为正常情况下，不会有一个叮咛块儿说半空中悬在这儿这么硬。你要说完全填满了啊，填满了，碰不动还可以理解，啊，下边是悬空的啊，上顶上这么硬，那就没办法移动，那肯定就不对了啊。因为如果是普通的叮咛栓塞，那就意味着他的外耳道是正常的。这个肯定这个外耳道有问题啊，之前做过手术，但是具体做的什么，不清楚。大概将近快30年，26、7年以前吧，在这个北京做的手术啊，从边上啊硬撬。其实这个上去钩针儿啊，还有这个面神经玻璃子撬的过程当中，就已经感觉到这个东西，应该是胆脂瘤一类的啊。那他前一次做的手术应该就是一个中耳胆脂瘤的手术，手术后一直也没有去找医生清理过啊，因为做手术的年代比较久了，当年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可能都已经退休了。撬动这个边缘，就能感觉到这个里边应该是一个大坑啊！这个东西是从这个坑里边长出来的。那这种情况就不应该再用滴耳液浸泡了，因为第一泡不软，第二它但凡稍微软一点的话，这么硬的一个东西啊，一浸泡体积的膨胀。会把原有的空间啊，造成更严重的挤压，这个疼痛感是会相当剧烈的。泡之前可能他还行，没什么特别感觉，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硬块，自己也试过，也找家里人或找其他人试过，一碰非常硬，没人敢动啊。翘的有些区域都感觉不是说是像石头了啊，感觉几乎是像钢铁一样的这种坚硬啊。在撬动的过程当中啊，做了一些询问，这个人比较的耐疼啊，是疼痛的阈值比较高。刚开始这些区域都，毫无这个躲闪，当然到最后有些地方他确实也说了，真是有点疼，但能忍。如果他真是忍不了，那个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那么硬撬啊。从镜头上可以看，他是做的非常稳定，不能泡，不能泡，不能泡啊！这种是不能泡的，重要的话多说几遍啊。不是外道，不是叮咛栓塞的，轻易尽量不要泡啊！一旦泡完，麻烦更大。你会想象一个什么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还真不好解释啊。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啊，体积一旦膨胀，会卡得更紧、更严，那个处理起来就更加困难了。
这个是类似于我处理外道胆汁瘤的经验啊。当然，这个从现在来看，它不属于外道胆汁瘤，它应该更倾向于是中二胆汁瘤的这么一个状况。前期手术啊，清理完以后啊，在术腔里的一个复发，这个边缘已经有血渗出来了，还好出的不多啊，不然又得消色了。希望这个状态能够直接通过审核，不行再消吧。全长有十八九分钟的样子啊，就刚开始一直纹丝儿不动啊，就在四周啊，就这么在试探摸索，去准备把这个东西啊，先看哪个边儿能撬开一点。我刚入行的时候啊，可能看过前辈啊清理过一个中二胆汁瘤术腔的一个状况啊，用的是鼻内镜啊，当时还没有这种短小的耳内镜，因为耳内镜比鼻内镜口径要细啊，长度要短，更适合在外耳道的操作。当时那个时期啊，所在医院还没有进这个耳内镜，就用鼻内镜啊，再一点一点清理这个中耳胆汁瘤的术腔。那个花了好长时间啊，那于是我们科室的主任啊，给他的一个，也是我们本院的一个同事，就每天过来舀一点，每天过来舀一点，花了好长时间，最后取出来了。我清理这个的时候，一下想起了当年的那个情景，跟那个基本上是类似的。这个就像什么，像家里天花板上垂下来一块很大的一个硬块啊，去 K 的时候，最后发现天花板漏了个洞啊，是从楼上啊挖穿了，类似这种。从后方啊兜住他的底儿，哎，感觉到已经有移动了。他本人也能察觉到这东西在往外走。到这会儿是真有点疼了啊。之前看留言，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感觉能勾出来一切啊，我就开了句玩笑说，给个支点能撬动地球，其实基本原理是一样的。大概我已经能够看到他手术的一个轮廓了啊，就顺着这个轮廓，兜到他的后方啊。这个要有一定的耐心啊，中间我还休息了一会儿，胳膊举得都有点酸了。左手右手处于悬空的状态啊，没有这个胳膊是没有支撑的。滑面神经玻璃子上来了，丁宁酸铬是可以靠浸泡的啊，胆汁瘤一类的，甭管外耳道也好，中耳也好，这个都是尽量不要泡，一旦泡完，会让这个患者后悔莫及啊。
它是原先啊这个位置有中耳的单指瘤，手术啊把这个骨骼切开，把里边的清理掉以后啊，很多年没有复查啊，这个手术原有的手术区域再次出现了啊。勾住了啊，这勾住了一个能够吃劲儿的地方。好，已经可以出来了，大概有小手指的指肚那么大。好了啊，出来了。在他的面前啊，钩针和面神经玻璃子都显得如此的纤细啊，这个一个大坑啊。这个不是说他由他破坏的啊，这是原先前次手术以后造成的。一个开放式的啊，这个应该是一个上顾式单指瘤，手术完以后，一个术腔的清理啊。局部啊，第二页啊，后续抗生素稍微用2天啊，创面稍微有点轻微的渗血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结束啊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周一再见啊。